攝影大師何凡作品曝光，記錄香港昔日街頭風情。已故國際攝影大師何凡年少的時候以拍攝五六十年代香港街頭風情聞名，生平獲獎無數。今次攝影展展出三十幅何凡手洗攝影原件，現場還有輯錄他從未曝光作品的新書《念香港人的舊發愁》。攝影展作品以黑白為主，透過背光效果或者結合煙霧和光線來營造喜劇感和氛圍。透過何凡手上的相機及他獨特的攝影技巧拍攝出香港的舊風情，攝影展不單止將何凡的作品留下，亦都將香港老一輩的回憶記錄下來。最主要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住在這裡，我住在這裡的時候呢，看回這張照片很有味道。到仔的時候坐這些船跟這些人的搖過，看到現在看回這個情形就很有回味了。